我小莫，我是，请进吧。好。喂，皮皮啊，甜心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最近好吗？我最近挺好的，你呢？你怎么样？我也挺好的。你待会儿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见面聊一下。我现在在外地呢。你是出去旅游了吗？还是？不是。我在新公司面试。哦，那你先忙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哎，没事，我前面还有人在排队呢。你有什么事儿，要不电话跟我说。你知道嘉玲住院了吧？我知道。你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她？或者给他打个电话也行啊。其实我和嘉玲分手之后，我就没联系过他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。甜心，你们从美国回来以后，我跟你也聊过，跟嘉玲也聊过。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是那个比我更适合嘉玲的人。我以前常常想要模仿你，想要变得跟你一样，变成一个很适合嘉玲的人。所以如果说嘉玲不是我的前男友的话，我真的觉得你们是天生缔造的一对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挺可惜的。皮皮，其实除了我和嘉玲之外，我心里还一直有个疙瘩，我解不开。我知道，可能到现在为止，你都觉得你对不起我，或者是嘉玲对不起我，但其实天心，那些都已经过去了。身为你们的朋友，看到两个这么合适、应该很相爱的两个人，因为一些草率的原因分开，我觉得太遗憾了。你想想，如果摒除掉我的原因，你们两个真的会分开吗？你再考虑一下吧。我会好好想想的。谢谢你啊，皮皮。客气什么呀？我挺开心的，我觉得咱俩好像又回到了以前一样。先这样，你先忙吧，你是加油。好。